Tea Break Chinese 国际不打小孩日。四月三十日是国际不打小孩日。在中国，很多父母会打小孩。中国人觉得打小孩不等于虐待小孩，打小孩等于教育小孩。我小的时候，我成绩不好，我爸爸会打我。不过现在我不打小孩，因为我觉得打没有用。在你的国家，你们会不会打小孩？